上寮国岛啦。小本心和四点在这里。来寮国的木棉岛就要拿木棉花。谢谢。我要上去吗？哦、来，你要不要木棉花？不要。来来，你上去吧，你先上来。你要坐一下。哦，来来上来。哎，行。来，拿着拿着。拿着拿着。来，那个刚才是另外一个观光客给我的。你这样，你要去站那边啊，另外一边这样才会好拍。哎，对。市集只有小小的，很快就可以逛完。那、啊、这里还在卖保险，哈哈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假的肯德基是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可是缩写都一样，然后图案怪怪的，只是不知道口味怎么样，很想试试看。还有小朋友抱着小朋友在行乞，然后还有人直接躺在正中间睡觉。这地方都被中国人占据了吧？这里真的没什么东西，然后东西其实也挺贵的，都是卖观光客的那种价钱。不过你要买 A 货的话，就来这个木棉岛。然后记得花季过来看的话会比较漂亮。
我们上车吗？好。接下来的三十分钟跟三十分钟方向了。